好，回到这面，这面大量垂直兵直接又再开扁了起来，但是这边骑兵数量也很多，但骑兵终究有点难打赢对方的一个战锤兵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后方还有巨剑勇做一个输出，但巨勇数量也是瞬间被敲掉非常多的数量，战锤兵凭着自己的血量优势打倒了这面大量的步兵。王者皇家侍从的伤害并没有特别明显，居然用的都是骑兵，骑兵打步兵伤害本来就很低。好，但这边也没有太多的黄金可以转出更大量的贵铁了，贵铁现在数量不够多的关系，只能转出去大落马。但现在如果用大落马的话，打这些垂直兵效果其实也没有很好。好，这边垂直兵受不了城堡伤害，还是选择撤退了，不然这里真的是要全部白给。那现在全部回家的话，还有机会可以把这一坨兵给把他的血给拉满了，因为现在要草药治疗，回城堡补血是一件很快的事情。